四八四。哎，说来听听清楚，记得吗？明天能挂点数吗？可以，你们尽量不要 all in 啊。让这些家伙好好瞧瞧人类资金管理，你知道吗？资金管理 ，all in 不是一个好的下注方式。你有听过柏拉图最是吗？不对，不是柏拉图，那叫什么？什么赌局？凯利赌局吗？还是什么赌局的？怎么？说来听听。谁叫谁的？请说。不是凯利还是什么？凯什么赌局的？有没有懂经济？懂这个几率的？那叫什么？什么布拉格广场？刚广场没有屁呆啊！有什么？要帮忙吗，长官？你真的确定？说来听听。凯因斯不是凯因斯，骗灰四骗不是干你们没有都没念书吗？试试看这些撕毁者手榴弹，干掉他。怎么有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说来听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干掉他。怎么？请说有什么？凯什么的？请说有什么安排？完了，我这个忘记了，是凯利赌局吗？忘记叫什么什么赌局了。没空聊，请说。说来听听。哎，你们要念书嘞，你们没念书这样不行啊，念一下书好不好？有什么请说，说来听听吗？请说，说来听听，听起来不错。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我是忘记了。干掉他，怎么？干掉他，怎么？包子，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干掉他，说来听听。移动感测器破表了。今天很呛是吧？在我们还好吧，没多呛吧。架好。有你们呛吗？去了，朋友，你只要待在火焰贝利身后，让他承担所有的炮火，干掉他。说来听听，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凯利公司吗？好像是，就是啊，凯利公司不是我刚讲的，就是类似那种东西啦。他其实有一个最佳解，你知道吗？说来听听，像那个什么机队出动，包在我身上。你们在下那个什么，比如说大乐透，哎，是大乐透，不是下那个运彩啊？那其实都是人家有用公式去算的。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庄家都有用公式去算，所以怎么下庄家基本上都是期望值很高的。请说中。雷诺，听到吗？我听到了，将军，请继续。有一些我的人在附近，他们被牵制着。不是赛局理论，不是，不是赛局理论。什么？说来干掉他。请说，怎么？太强了吧！他奶死，不愧是老板呢。没空聊天了，牛仔先生。哇，这分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包在我身上。怎么？突击队出动。我是个坏人。我是坏人。干掉他！你要狂吠。说来怎么？干掉他！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请说。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，请说。有了，我们有宝，有小孩子了。说来干，雷诺，太酷了！哇，他好黑哦！他还是条马人其中一个吗？我还能说什么？吉姆，有东西要修的话，找我就对了。在洞里爬来爬去，那不是我。失望，如果我跟你不熟，我会说你害怕了。懦夫，我就知道。不是那样。干掉他！是什么？说来听听，请说。谁叫谁？有什么安排？有什么安排？算了，这枪兵本来就是要死的。干掉他！有什么？不用在意，枪兵这东西死了也是可以过的。怎么？请说。干掉他！请说。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快什么？说来听。干掉！请说。决战时刻到！干掉他！机队出动，包在我身上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！帮忙吗，长官？请说。就这样，干掉他！说来，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。怎么？干掉他！摸一下就起来了，不用怕。怎么？起床，再为主人尽忠一次。有数百万只的虫族入侵。请说。起床，快点！干掉他！谁叫谁到？怎么干不行？死亡倒数了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干掉他！说来听。干掉他！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请说。说来听听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听，请说。怪他了。谢了，就是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
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说来听听。别把我惹毛了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干掉他。说来听听。就是这里了。守望，我用信号弹标记在断层上，在那附近放个炸弹吧。没问题，牛仔。得防守这个炸弹直到架设完成，注意动静，伙伴们。任何峡口对火焰贝蒂来说都是绝佳舞台，你想他在哪儿，高手？有什么安排？干掉！没空聊天了，牛仔先生，什么事？请说，说来听听。听什么？说来听听。怎么干掉他？有什么安排？这关应该没人会下红的吧？安排干掉他。想不开。朋友问声好。说来听听，请说。包子怎么？说来听听，说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怎么？行。说来听听，请说。干掉他。请说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哥，报告长官。说来听听。别把我。有什么安排？额外怎么？干掉他。请说。干掉他。让他们说来听吗？说来听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让我的小护士。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没空聊天了，牛仔。什么？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干掉他。有什么？靠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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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来听听。请说。干掉他。怎么？决战时刻到了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干掉他。看我没中。干掉他。说来听。有什么安排吗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吗？我有什么好？说来听听。就这样。干掉他。请说。听起来不错。干掉他。说来听听。靠腰空包弹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没空聊天了，牛仔先生。干掉他。请说。就这样。好的好的。啊，就这样。怎么？说来干掉他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。请说。怎么？干掉他。咕噜噜噜。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这些炸药快要爆炸了，快点离开这里。干得好，那是第一个炸药。等三个都炸掉，这里会被岩浆淹没。斯科特，啊，干掉他！说来听说。哦，老天，这里一定是他们关犯人的地方，并让他们被感染。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应该让他们从痛苦中解放。说来听听，解放他们痛苦，这不是泰克斯最喜欢的吗？说来听吗？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小心感染虫囊，爆炸吧！该死，你们这些怪胎真丑啊！轰掉他们！真丑啊！怎么？加入我？请说。怎么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说来听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。这里有一些家伙长得还真是丑啊！开始了。找个地方藏起来，不然就是重组的历史。你太迟了。以前有这个台词吗？额外酥脆，有什么安排？以前有你太迟了这个台词吗？哦，说来听听。像我的脚。怎么？请说。怎么？请说。有什么？咬着。说来干掉他。说来听。怎么？包在我身上。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说来听听。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干掉他。说来听听。决战。请说。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这怎么只有275滴？他没有个900滴，怎么打得赢我？请说。怎么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怎么？说。当心，是毒爆虫，别让他们靠得太近。有什么？干掉他。怎么？该死，那些玩意真恶心。下一次试着不要让他们喷溅到你身上。感谢你的建议，小子。现在可以闭嘴了。有什么？干掉他。说来有什么安排？雷默，请回答。我侦测到附近有另外一小队的幸存者，找到他们并拯救他们。我猜最后一段就是拯救他们。该死，
我还以为我们能跟他玩场扑克牌呢，这是偷袭，他在我们后面。在我身上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请说。小大包什么东西要偷袭我？请说，说来听听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让他们。说来占掉。怎么？还好啊。很高兴，我还以为是一坨，才一只。275滴也想杀我，你没有个900滴怎么杀死我？我刚刚讲过一样话。是虫，对，干掉他。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说来听听。怎么？他们才刚要开始，两个一组行动，我们得击退他们。快，快，不断前进，不然他们会消灭我们。来听听，干掉他。干，我也想前进啊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可以穿墙吗？有什么安排？真是有趣。请说。你要狂飞一整天吗？说干就干，愚蠢是不要。我操！你的干掉他，说来听听。什么？请说，说来听听。6点钟方向有更多敌兵。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包子，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说来听听，说别浪费我的说来听听。机队出动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机队出动，包在我有数百万只的虫族入侵，疑惑之后干掉了。请说，别把我惹毛了。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没空聊战，我这叫操作啊！什么开送？这操作哎，我不这样打怎么打得完？你们要想清楚，我刚刚不这样子九一的话打的不是，我不是九一，我刚刚不这样操作的话怎么打得完？请说，说来听吗？有什么安排？啊，他怎么不站起来？别把我惹毛。他有人摸摸吗？摸一下。说来听听。哦，要站在他附近呐。干掉他！怎么？有什么安排吗？跟那个 PUBG 一样。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向我的小朋友问声要。干掉他！说来听听。干掉他，请说。怎么？听起来，请说。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说来听听，怎么？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啊，虫族真是太迷人了。要不他说就是啊，红绿灯啊。我非常了解他们，只要开一枪，他们就死了。在我心上，你们两个闭嘴！开一枪，就像以前一样，设置一道防线，防止任何东西靠近驾驶中的炸药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干掉他！请说。干掉他！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哎，这里是。镇住！干掉他！说来干掉！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说来听，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干掉他！请说。怎么？说来听听。这关谁会下粉红啊？说来干掉他！请说。搞不清状况。有什么安？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请说。没虫洞怎么输？他要来个虫洞才有机会赢吧？才有机会。怎么？变人的时候到了，请说，干掉他。飞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干掉他。请说，说来听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随叫随到。请说，说来听听。干掉他。说来听听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干掉他？请说，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请说。有数百万只的虫族入侵，啊，开火吧！哎，有时间压力。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吗？该死，是地震。那不是地震，那是雷兽。靠，他是很怕地震啊！大惊小怪的，该死，是地震。看来是个害怕地震的朋友啊！说来听听，听，请说，说来听听，请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有什么安排吗？哦，这个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他不影响。说来听听，
他是刚刚那个洛达泰曼会称身的，不是这个打王会生的。我们快点离开这儿吧。只要再一枚核弹，我们就能享受地下烤肉大餐了。保持警觉，小子们。有什么干掉他？请说。说了。最有可能翻船的就这关了。有访客，吉米。这只网哦，有机会翻。我接收到某些讯号，频率给蓝蓝帮一点希望。可能是虫卵，或者是幼虫。我就不懂，怎么会有人下额外速什么？懂的。谁是老大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怎么干掉他？这看起来很难吗？有什么只要控英雄不用营运，到底要怎么输？还记得我昨天说的吗？只要控英雄不用营运，到底要怎么输？请说，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小伙子，有什么安排？你知道吗？那些虫卵一下子全部孵出来，好像他们在等着我们。他们非常有可能是被另一个虫族生物所控制。说来听听，干掉他。说来听吗？请说，要帮忙吗，长官？怎么？请说，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没事啦，这做效果了。不管那些虫卵蹦出什么，要是被我遇上的话，他们将痛不欲生。说来听。有什么安排吗？信号接收。请说。雷诺，前面不远处的军官小队，他们的处境听起来很糟糕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。这里，救救我们！说来听听，怎么？请说，怎么？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，干掉他！怎么？请说，苏翠，干掉他！有什么安排？哦天哪，完蛋了，老叔，完蛋了！准备考。说来听听，请说。我注意到了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，说。他是不是只会哭啊？谢了，老兄。我还以为我们没救了。这几个傻逼是不是会哭？你还没脱离险境，有什么安排？马上把炸药架设好。我对这个地方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好了，牛仔，当它爆炸的时候，我们得远离这里。那什么鬼东西？臭虫。该死，他在下蛋。青蛙下蛋，他还在附近，我们绝不能离开炸药。请说，尝到我的力。说来听听，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说来听听。怪胎，请说。哦，哎，有点痛哎。干掉他，请说。哎，有点痛哎。怎么？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哎，不开玩笑，有点痛哎。说来听吗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他那个啪啪几下，我要死了。攻击多少？我看一下。6。那为什么会那么痛？多虫卵，在后虫得到前阻止他。请说。为什么那么痛啊？干掉他。对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正中红心。说来听听。请说。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怎么？说来请说。说来听怎么？说来干掉他！请说。轻甲真伤，还说他刚打的是陆战队，我看错了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有什么？怎么？说来听听。记住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额外酥脆。说来听听。鱼干掉他！请说。听起来怎么？有什么安？怎么干掉他？请说。怎么干掉他？说来有什么安？说来听听。怎么？说来听有什么安？请说。干掉人。请说。人。干掉他。哇！等等。吓死人了。说来请。干你老师不要乱来。干掉他。怪胎。怎么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怎么干掉他？有什么？请说。怎么？请说。
干掉他，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像我的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晚安吧，出乎好呆。说来听听。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他死了，吉姆。应该不会逃命，逃一逃死了吧？无法幸免。炸药倒数计时中，英雄，我们得立刻离开这里。哎，贝蒂会让他们忙到死。哎，这样看起来就是明天八点，明天八点准时打最后一关了。刚那一只哦，他就只是单纯的后宠哎，扎加拉没有那么废的。要不要先打一场？做梦上升，这就是整个计划的目的。赶快到撤离点去！你这白痴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还不一定哦。这边我是有在这边翻船过的。这里，快跑！走走走！我是有在这边翻船过的，所以怎么这边要认真打？干掉他！锦叔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说来听听。怎么？锦叔，怎么？锦叔。我曾经在这边灭了。干掉他吗？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锦叔，怎么？贝蒂，说来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锦叔，干掉他。锦叔，有什么安排？包在我身上。说来听听。怎么？决战时刻。锦叔，有什么安排？快干掉他。锦叔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记得说来听听吗？说来听听，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，怎么干掉他？怎么？锦叔，说来听听，干掉他，怎么？听起来，锦叔，说来有什么干掉他？有什么安排？锦叔，干掉他，锦叔，怎么？说来有什么？锦叔，干掉他，能说来听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，你要狂飞一场。锦叔，到底谁会在这翻车啊？包干掉他，怎么？锦叔，要好小也找个说来听听合理一点的。基地正遭受过啦。没错，再没有比狠狠把虫族教训一顿更爽的了。看那些洞穴坍方，看他们消失，我一点也不难过。哇塞，我们的确杀了不少哎！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很怕我们了，很怕你，很怕你。好吧，看看我们离开的这阵子，伙伴们搞得怎么样？